美国南卡罗琳纳的 TPC 球场是美国高尔夫界专业球星的比赛场地。Dustin Johnson 呢，在这里是他的主场。而业余的高尔夫球迷们能在这里头打一场或者抓一个鸟，都是一生的荣幸。朋友们看红旗招展，这是因为第二天就要举行国际少年组高尔夫球赛，因此这里的场地变成它最好的条件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老韩同志，你好。啊，老魏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想，这个旅行结束了，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就反正我们路上嘛，闲聊天啊。你对这个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有什么感想？我们这是 COVID 以后恢复了，我们这第一次去墨尔本市打球，以前都在老魏三位组织下，我们以前经常去。这是从那以后第一次去，这个老季和 Simon 组队非常好，这次旅馆还有这个定场大家都非常满意。另外呢，我们天气也给力，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组织者，使我们这次行动非常成功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感觉，我觉得确实很不错。那你对抓鸟的这个经历有要对大家说的吗？也没有啥，就是说重在参与，咱们球打一般，抓两个鸟呢，就使得自己激动半天。真的，真的，老头子，真的，球场就是这样的，打坏了就忘了，打好了记好长时间。你觉得这个打球生活是不是对你退休以后的这个很有帮助呢？绝对的，经常被人家说，我特别是在球场，就是在打球的路上，这就是我们夏天的思路。就说明这个打球是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很好的运动，是不是？非常好。是不是都推荐大家参加这些活动，是吗？当然，如果能打的话，这是个非常好的，不太剧烈，可以打到年龄很大，只要你身体还行，都可以打球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老韩同志百忙时间啊接受采访啊。啊，谢谢老魏这么。希望以后经常见到你在球场上。谢谢老魏这次对我们的战地记者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时光。谢谢啊。好，我也是重在参与，重在参与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